起来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别傻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把你一个人扔下的。没弄好呢，快喝杯奶歇会儿吧。我说你这不吃不睡的，这哪行啊？喂。你哪位啊？我是大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你在大岳吗，于敏？你问这个干嘛？你有事吗？我们想告诉你啊，和你一起来大岳的文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重大犯罪嫌疑人，我们正在追捕他，请你配合我们工作。我跟他已经分手了。据我们所知，你仍然和他在一起，请你考虑后果，马上来公安局自首。对不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跟他在一块儿。于敏，你听着，你别自欺欺人了，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该懂得我国的法律，包庇窝藏和帮助被通缉的罪犯是严重触犯刑法犯罪，请你不要执迷不悟，自毁前程。问题是你们现在把我也一并通缉了。你，哎，你又是谁啊？我是警察。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就是那天怀疑我是特务的那个女警察吧？你怎么知道我警号的？这个我们自有办法。还有，你现在自首还来得及。我们认为你还不知道实际情况，让人给骗了。你是个聪明人，该不会让你的父母担心你目前的处境吧？你是人民警察吗？当然。那好，我请你记住，我于敏不是法盲，不要动辄就拿我的父母来威胁我。你们是警察，不是黑社会。于敏，你是怎么说话的？我父母怎么样？我们现在只是按正常的程序办事，他们正在省城接受询问，他们都很担心你，希望你平安，请你和警方好好配合，不要因为一时的糊涂和冲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失足而造成千古。你让我考虑一下。当然可以，不过时间不多了。你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是逃不掉的。我们至今认为你是无辜的，不希望你继续被人利用。我们等着你自首。我再强调一遍，时间不多了。够嚣张的，他认为自己没错吗？怎么了？谁给你打的电话？警察，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呢？他们找到了我父母。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就是为了制造你我之间的不信任。第一，他们目前还不知道我们在哪儿；第二，我
觉得他们已经沉不住气了，一定是有人给他们施加压力。放心吧，要走的话我早走了。玉萍，你说他们会找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就在我们周围，正在加紧盘查。这个地方不能久待。我们不应该总待在一个地方。没那么快吧？不一定。我刚才接的那个电话，可能已经暴露我们的位置了。没电了，你检查一下插座。检查过了，你去看看。哎，是停电了。没关系，我用电池吧，我反正准备了好几块，也能坚持几个小时。行，那你快点。你在干嘛？我在为我们的逃亡之旅制定一条安全可行的计划。你看啊，重要的是要避开公路的各个关口。我们可以从这儿绕过这儿。玉米啊，嗯，有你在可真好。我不知道我们的逃亡之旅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从此开始更加漫长的牢狱生涯。但是我相信你所说的，张广富是社会的蛀虫，我们必须把他绳之以法。在网上无数次的慷慨激昂的高喊过正义的口号，却很少为正义付出真正的行动。现在我明白了，面对现实去选择正义真的很难，而且充满恐惧。我们先不谈正义，先说怎么逃命吧。告诉你个好消息，嗯，刚才啊，我已经把求助信号都发出去了。是吗？现在我们就等回信了。逃跑的
有警察，看见了，他们把这个地方包围了，门口那些全是警察。还在检查来往的车辆，怎么办，玉明？你先别慌，我估计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在这里了，但是还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可能快了，他们马上就要来了。怎么办？我们得赶紧走。怎么走啊？他们已经包围到门口了。我有办法，走。我想可能是去找人，如果他们抓到了人，你们立即行动，实行逮捕。是，文丽，你记住，身体尽量往外靠，千万不要让自己撞到墙，知道吗？别怕，文丽，相信我会拽着你的。是谁呀？我们是警察。
被人看见了。我们东西太多了，被这一大包是个累赘上。有几个骑摩托车的经常在那接客，不是埋伏吧？没事，我注意他们很久了，跟我来。走。是吗？哎，我去看了，看了好多，是吧？宝贝，挺好看的。是啊，行，你买不买？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一起去？这个工资够。男女犯罪嫌疑人呐、哎！说什么呢？你们刚到大狱，警察抓我们干什么呀？不是，开玩笑啊！你们要真是的话，我这一说话，你们不就跑了吗？那你为什么认为我们又不是了呢？咱们是省城人，你一嘴京片子味儿，北京人吧？哎，他这是聪明，我坐他车，坐那个。我说真是怎么能这样呢？走，快回来。我就回来。总算是逃过一劫，我看你啊，真够沉着冷静的。哎呦，你可不知道，刚才我紧张都快窒息了。你想啊，万一那两个人真是警察的话，那不就直接给咱们送警察局了吗？啊，怎么？谢春姐，请出示证件。好，谢谢。我是洞三，我是洞三，各队报告就位情况，各队报告就位情况。一队到位，二队就位，三队就位，四队就位。科 A 组报告。报告洞三 ，A 组没有发现异常。科 B 组，科 B 组。报告洞三，报告洞三，草坪卫一伙已经撤出警分。什么时间？刚刚，不到五分钟。什么方向？他们上了人民路，往车站方向，车速很快。你们跟上他们，密切注意动态。你们跟上他们，密切注意动态。郝平贵先动手啊！林队，你说什么？走。
么？赶紧离开这儿，快点！知道了，玉敏，快走。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各单位注意，立即增援特密组，目标是车站附近的商场。喂，陈队，我是小钟啊。啊，小钟啊，你说。我们发现了新的情况，其他小组也在这里监视。林南的队也在吗？我还没有看到，我们该怎么办？那好，你就在门口守着，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是。分头击杀。你等我一下。老板啊，能不能给我两个空纸箱啊？对不起啊，我们这儿没有空箱的。那这样吧，我买两个，好吧？这样，我给你找找看啊。行，好。就只有这一个空箱子了，啊，好，老板，我想问你个事儿，
你们这商场门口人太多，打车不方便。你们这儿有没有后门可以出去啊？啊，对，这前面坐车确实不方便，这后面坐车就方便多了啊。是这样啊，这一楼啊有个游戏厅，过了游戏厅呢就是后门了。啊，那您能帮我打车吗？我这在做事儿呢。哎呀，哥们儿，帮个忙啊！哎，真的不行啊，要是让我们老板看见了，我不好说话呀。哎，我知道你为难，但是帮帮忙啊！哎呀，碰着你这种人呐，我也没办法，我帮你打车去。哎，谢谢啊，我马上下来啊。啊，这样行吗？没问题。去哪儿？咱们先离开这儿，出去再说啊。就停这儿啊！哎，没有事，我回去了啊！哎，你谢谢啊！走。啊，去那边。你好，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两个人？这不是刚才那两个人吗？林队，知不知道他们去哪？就是刚才。他在我这儿还买了个纸箱子，还叫我帮他打车呢。在哪儿打车？就在那边。带我们去好吗？好，走。就是在这儿上的车。去交警支队的电视监控大楼，走。在哪里啊？我正在去交警监控大楼的路上。好，我知道了，行，再见。交警支队监控中心吗？我刑侦支队林楠，现在请你们协助追踪一辆往南城开去的豆绿色出租车，车牌号后几位数是3434。对，车上坐的一男一女是两个犯罪嫌疑人，请特别加强出城入损监控。明白。好。Thank you.
沿城东车站路一带搜索，尽快锁定目标车。嗯，是。林队，你怎么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很需要我。你的岗位在花桥镇。西线无战事。哼，林队，你看，就是他。文辉，文辉，目标车现在正从荷花池路口往步行街方向驶去，立即组织拦截，立即组织拦截。是，明白。立即查清这辆车所在的公司。是。我们已经换过三辆车了，有这个必要吗？我们现在分头打车往城北走，然后在城北体育馆门口的立交桥下跑，记住了吗？还要分开跑？对。哎，你先走，记住了，城北体育馆。林队，我看他们俩已经不在车上了。各位出租车司机注意了，各位出租车司机注意了，我是公安局刑侦支队，现在请你们打开电台，保持与警方的波段。各位出租车司机注意了，警方现在正在拘捕一男一女两个犯罪嫌疑人，两个犯罪嫌疑人乘坐出租车从车站附近逃脱的，请大家配合警方办案，给警方提供线索。各位出租车司机注意了，警方现在正在拘捕一男一女两个犯罪嫌疑人，两个犯罪嫌疑人是乘坐出租车从车站附近逃脱的，请大家配合警方办案，给警方提供线索。各位司机朋友和广大市民群众，两个犯罪嫌疑人是乘坐出租车车站附近逃脱的，请大家配合警方办案，给警方提供线索。警方这么做真是疯了啊！这不是给他们通风报信吗？他们还会蠢到再坐出租车吗？哎，小姐，你不像本地人，你是到我们这儿来旅游的吧？哎，小姐，你怎么不说话了呀？抱歉，师傅，我今天不太舒服，不想说话。哦，听出来了，你是北京人，北京好啊，大城市啊。给您。这是城北体育馆吗？没错，是啊。啊，好。喂，文丽，你到哪儿了？我已经到地方了，就在城北体育馆，你路上小心啊，我在门口等你。我知道了，好。大李啊，我已经听说了，我也替你跟吴真抱屈呢。嗨，别提这事儿了，李梅逮着那俩家伙还让人憋屈多呢。哎呀，我跟你说啊，文辉，哎，今天要不是你啊，这顿饭吃的肯定特别的郁闷。嗨，这没什么。你们来之前啊，我满肚子搜索能够安慰他的词儿，说实话，没错，我不太善于安慰人。哎，就是不知道吴真这丫头啊，扛不扛得住？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哎，我们先走了，老婆再见，拜拜。她呀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女孩子，什么困难都压不住。是，说实话大林，
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有点不大正常，有人在借题发挥，想把吴镇赶走，他们害怕了。你真这么问啊？谭队、林队，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有两句话我突然想说，不知你们愿不愿意听？客气什么呀，尽管说吧。说呀。一，要提防他们买通货运卡车司机混出大悦市区。二呢，现在骑摩托车逃出大悦应该是他们最现实的选择，便捷、快速、目标小。啊，我接个电话。那我回去工作了。去吧。再见。出大悦，一切都好办了。忙着，你去买车，我在这里等你。我马上把电脑打开，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上网。我已经把求助信息给发出去了，我得看看有没有人答复我。刚才我在出租车上看到这附近有一家摩托车修理铺，我估计能买到一辆二手摩托车，你等着，你在这儿工作，我去买车，待会儿回来找你，好吗？注意安全啊！陈队，大致情况就是这些了。看来是张广富请郝平贵帮他找电脑。林楠跟郝平贵见过面了吗？没有，看到林队他们赶过去以后，郝平贵就立即撤了。这事还没完，你们要继续紧盯，有什么情况立即跟我说。是。配件啊，还是车啊？啊，我先看看。啊，你不是本地人吧？啊，我是来打工的，刚到大悦不到两个星期，我就住这附近。啊，你做什么工作啊？电脑工程师。哦，那收入蛮不错的吧？马虎，还行吧。啊，你是想买车啊？您是这儿老板啊？哈哈，哎，哈哈，哎呀，我这里的车啊是又好又便宜，哎，我是懂行的啊，还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改装啊，豪华的呀、简单的、实惠的都可以啊。在我这里买车呀，维修啊都是半价的，哎，没必要，我来辆普通点就行了，上下班用。哦，哎，你看我这里的二手车啊，便宜，上下班都实惠的。二手车可不行。我女朋友住的地方离这儿至少50公里远，我要能跑长途的，价钱稍微贵点都没关系。啊，那行，来这边来啊。哎，你看看怎么样？这辆车啊，
这辆车啊，是125号车名牌最好的，哎，不过啊，就是贵了一点点啊，哎，这零配件是新的吗？能跑长途吗？哎呀，你放心啊，二手货我不敢保证啊，但这辆车那质量是最好的。零件真的都是全新的？不信，你可以拆开看一看啊。啊，不用了，多少钱？4500元。有点贵了吧？哎呀，我老板，你是行家呀！哎呀，我这个不过是个报价嘛。啊，如果给你太优惠了，我不这就没有什么利润了吧？要不这样吧，你把这油箱加满油，然后配上最大的工具箱和风挡，4000块，一口价，立马成交。行，成交，立刻动手，马上就好。你稍微等一下。行，那我在这儿等会儿。来，老马，过来，把这个事收拾一下啊。哎，我跟你讲啊，要加这个工具箱啊，哎，要快点啊。那边都看完了，哎，啊，这边，对。哎，这家来过没来过？这家好像没来过。哎，就这儿吧。老板，来，过来，哎，过来，哦，这里啊有一份通缉令，你拿好。来，通缉令，你看，哎，哦，看仔细了啊，就是这两个人啊，哎，就是这两个。好，晓得。啊，行，我们走了啊，忙了。谢谢。别念。好。刚好啊，哎，4000块，不多也不少啊。我先走啊。哎，好。嗯，哎。再见。哎，有问题再来啊。文丽，我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还是不行。我刚才接到一个网友发来的一份邮件，他让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试试，我正试呢，没准还行，我直接没有想到。你赶紧弄吧，时间不够了。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是啊，我以为我们就这么被抓了呢。赶紧找一个网吧或者是有电的地方。嗯，来，赶紧把衣服换了。前面有警察检查，玉明，这能追回去？哎，过来，过来，过来，说你呢。是啊，哦，谢谢。这就是岩塘镇了，不管是冬季还是北上，都是必经之地。我们如果能穿过岩塘镇，那就安全了。如果我们过不去呢？那只好实行 B 计划了。什么 B 计划？我怎么不知道？哼，你当然不知道了，因为 B 计划还没制定出来呢。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要找一个有电的地方，就算是没有网吧，只要有电，居民楼也可以啊。你听到警笛声了？我现在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我都分不清到底是幻觉还是警车真的来了。如果按照你的分析，那么警方和张董负责人都会在岩塘镇设下埋伏等着我们。应该是这样，一旦我们行踪暴露，他们就围过来，到时候我们就跑不了了。那怎么办啊？嗯，我正想办法。我倒是有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是值得试一试，也许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什么办法？我们现在就去网吧。不行，现在逃跑是第一位，外面到处是警察，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抓住。就是因为情况紧急，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去网吧，把电脑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发出去。玉明，我们能不能逃出去还是未知数。如果真的被他们抓住，他们把电脑里的东西毁掉，那就死无对证了。到那时候，不是被他们杀人灭口，就是要把牢底坐穿。如果我们把电脑里的东西发出去，让大家都知道，没准还能救我们。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三四个小时吧。去哪儿找网吧呀？我想附近应该有的。
你去问问。好。大妈。哎。请问您这附近哪有网吧呀？网吧？嘿，网吧不就是那个甲鱼吗？菜市场有卖啊。玉米，那儿有一个网吧。老板，老板，我们能不能借你的网线用一下？哟，我这可是网吧呀！是这样的，我们着急赶时间把一份合同发回去，找遍盐塘镇只有你这一个网吧，我们只发些邮件。要不然这样吧，我收你点网费，你先交50块钱押金吧。行。那就去53号台吧。好。谢老板，抓紧时间。你把那个电脑充上电。孙市长6次钱，每次都是30万。他处事倒是很大方，反正是从银行里骗出来的贷款，不心疼。我心里直发毛。这么说，要是让我们灭口的，不止张广富一个人。这个电脑牵扯的人太多了。没错，我实在不敢看下去了，越想越害怕。被牵扯进去，我们可能很难逃出去。他们会动用所有的力量在全省通缉，并不拦截我们。事已至此，来不及后悔了。
我已经把所有的文件全部拷贝到我的笔记本电脑上了，再复制两张光盘，万无一失。这两张光盘寄出去，地址就在纸上，一个叫苏茉莉，一个叫李冬梅，别搞错了。苏茉莉，李冬梅是谁啊？你们一起快去吧。哎，注意安全啊。也是啊。迅速包抄跟进，加强警戒，一定要注意老百姓的安全。对方是一股武装歹徒，遇到抵抗，允许开枪还击。看来啊，我们和郝平贵一伙正面较量了。各组注意，遇到抵抗可以开枪还击。没想到林楠他们来得这么快，那两个混蛋就交给警察收拾了。走。先喝口水吧。
机也没了。可千万别落在网吧了，这电脑和手机要落到警察手里就完了。文丽，从现在开始我要跟你做一个约定。什么？不管发生任何事，一切都要听我的指挥，好吗？我知道了。我想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了，不能往北走了，应该往西走，要去大屿山。你想啊，本来我们最想去的地方不是省城就是北京，现在警察肯定也猜到了。嗯，所以我们突然改到往西去大屿山，他们应该想不到。这样的话我们逃走的希望就大了。听你的。我们往这边走，直插下去，走到花桥镇。刚才我们这么一闹，现在警察都被调到盐塘镇去了，所以这一条路上的警力我们还可以稍微应对一下。是张广富派来的。你怎么知道的？被你打倒的那个人叫陆正勇，他是我公司的同事，是张广富派到省城里来监视我的。那他不是警察呀？我还以为我会因为袭警而罪加一等呢。哼，我就说警察怎么能这么不经大呀？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照你这么说，现在警察和黑社会都在抓我们。哎，看来我们啊还得赶紧逃啊。嗯，我想也是。走吧。大屿山是我们省最后一块地盘，只要翻过大屿山我们就安全了。李敏，嗯，如果我们能够安全地逃出去，你准备干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太大的理想，只想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你呢？嗯，说了你也许不相信，我全心全意的想的都是报仇。至于报仇之后我想去哪，我该做什么，我真的是没有想过。张广富的电脑不能无线上网，现在急需把电脑里的内容放到网上去，怎么办？我来想办法。哎呀，来了来了啊！哎，手艺不好啊，请多包涵啊。谢谢啊。啊，我们又厨师啊，老婆生孩子，爸爸一个人忙的呀。
做得不好啊。嗨，哎，那个你们是去大悦做生意啊？哦，对，我们是去签一个服装加工合同，现在外面雨啊下得实在太大了，没办法，不敢往前走了。哎，其实你们要不到镇上宾馆住一宿也是一样啊。那不行，我们时间特别紧，要是合同签不下来啊，我们就没法开工了。可不是嘛，这做生意啊就是不容易啊。哎，那么这样，哎，老板啊，你那电话能用吗？电话呀，实话你随便打。长途嘛，那就得我给你个密码，你们才能打。我们不打电话，我们是想用你的电话先上网，行吗？上网？对，我们呀就是上网，把这些合同先传给大悦的客户，让他们回去先研究一下。一旦他们决定以后呢，我们明天早上一去就能把合同给签了。签了合同之后呢，我们就能回去开工了。那得要多长时间啊？时间现在不好说，不过我估计用你的电话线上网，网速肯定很慢，怎么着也得三四个小时吧。那你们可得多花点钱了。啊，多少钱啊？这个夜里三分钟就一块钱吧。啊，就不能便宜点吗？这个，哎呀，这上网我不懂，就不怎么好优惠了。不过吃饭吃菜可以啊，我可以打折呀。你看怎么样？这个行，这样吧，一分钟呢是三毛钱，一个小时就是20块钱。我这儿呢，给你200块钱，先做5个小时的，100块钱呢是上网钱，还有100块钱是这些饭菜的钱。如果多的话，你再找给我，行吗？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慢慢吃啊，我去端菜去啊，慢慢吃。谢谢啊，搞定了。下一步想怎么办啊？我已经在海外注册了分属5家网站的5个电子邮箱，设置好了一个通常被黑客们称为定时核爆的程序，同时还有一份略有几百个电子邮箱的通讯录。按照这个程序，张广富这台电脑里所有的文件将会自动发往全国100多家新闻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电子邮箱，明白吗？啊，你这招太狠了。阿四，麻烦你帮我打个电话。不能打电话，我要上网，不准上网，张总吩咐的。我必须要上网下载几个程序。你跟张总讲，我来跟他说。张总。
是陆先生要找您。你把手机交给陆正勇。哎，给。喂，张总，不好意思打搅您啊。文丽的密码防范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我必须要上网下载几个程序，希望您能够批准。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你可以上。正勇啊，你现在不是在关禁闭，你知道吗？我这么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所以你不要多心啊。但是我还是要遵守纪律的。嗯，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你是一个有出息的人。你把电话给阿四。嗯，好的。哎，张总。阿四，你把他给我记住了。您放心吧。帮他把网线接上。刚刚我已经把电脑里的文件成功的传到了这五个邮箱里，其中三个是准备攻击用的，还有两个是备份。现在我再也不怕张广富了，就算他把电脑砸烂，把硬盘里的数据都抹去，就算我们被抓住被灭口，张广富他也死定了，因为我已经在互联网里成功的保留了这些证据，并且他还会定时核报，也就是说在我设定好的一个时间里，网络上会自动复制无数个备份。那么从现在开始，无论是张广富还是其他什么人，就算他们再怎么努力的挽救都是徒劳，我的电脑密码，我要亲自告诉他。你有那么好吗？我怎么觉得其中有诈呀？走着瞧吧。搞定了没有啊？搞定了。
对于你的这些设置，警方就一丁点办法都没有吗？别人也不能阻止你？我总觉得他们完全可以删除你发的邮件，不让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你知道定时核爆的厉害之处是什么吗？定时核爆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文件一旦被删除，就等于启动了自动复制程序，文件会自我复制下去。当它复制了5份文件以后，这5份文件就会自然复制成10份，等复制到100份的时候，就会自动引爆。这时候文件就会在网络上失控起来，无休止地自我复制下去。然而我也不会仅仅满足于让这些真相只进行私密复制。我已经在国内几家著名网站的 BBS 上都已经张贴出来了，而且我为了防止这些帖子被删除，我还设置了删除复制的一些程序。也就是说，删除一次就会再自动复制10份。同时我还告知了我的黑客网友们进行参与，目的是在 BBS 上广为张贴，直到我们两个人脱离危险安全为止。你还真是个毒药啊。你说这话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你觉得呢？就当是你在夸我吧。哎，任何人都能得罪啊，就是不能得罪你们这些黑客。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的。是什么吗？不知道。你看。应该是。我哪猜得出来啊？笨死。彩虹勇士啊。哦，没经过我的允许就随便盗用我的网名。你是不是不同意啊？那我赶快删除吧。你以为我真不同意啊？现在到了咱们最关键的时候，就是要设置定时核爆的时间了。听你的意思，咱们好像是时候该发起总攻了。差不多吧，我们所控制的这些都设有备份，时间呢都设定在1个小时之后吧，这样明天早晨我们上路的时候，所有这些全国都知道了，我们俩就安全了。我觉得还是不能太快啊，最起码应该等到张广富被抓，我们的通缉令被撤销之后才能发动。你说的很有道理。你累了吧？快去睡吧，我再弄一下，马上就好。
自己行吗？去吧，快去。那我小眯一会儿啊。什么梦？我梦见我正在睡觉，张伯父找到了我们，他们开枪把你给杀了。这只是一个梦，我不是好好的吗？快起来。喂，哪位？你是于敏吗？我是于敏啊。你哪位啊？我是你大学同学啊。想不起我是谁了？不好意思，你是谁啊？哎，我刚刚回国，突然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哎，你还在省城吗？对啊，我在省城。你谁呀？我就是想你了，也没什么别的事。你现在还好吗？我很好啊。你到底是谁啊？哎，我也很好啊，下次给你打电话再告诉你我是谁啊。就这样，拜拜。喂，谁啊？不知道啊。赶紧走吧。对讲机给我。啊，对讲机。哦，吴真，吴真，听到请回答。
吴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不管怎么样，你不能让委屈影响到你对事物的判断，更不应该背离自己的职业操守，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远。吴真，你能听见我的话？如果你听见，请回答我好吗？我告诉你，你现在面对的可能是一伙武装歹徒。林楠，你指的是谁？吴真，你能回话真好。是于敏他们吗？不。那是谁？你说呀，是谁？是郝平贵。好，我知道了，谢谢你，林楠。吴真，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希望你平安的回来。吴真，吴真，吴真。我是大林啊。哦，龙秘书。先下车。文丽，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你看我的眼色行事。警官，我们又见面了，哎，挺巧啊。警官，这是干什么呀？我们是合法公民，是吧？你说你拿枪指着我们干什么呀？哎，警官，几天没见，我发现你好像瘦了。站，你别动，少在这跟我废话。文丽，别动。想在这儿杀我灭口吧？你认为我要杀你们？为什么？张国富早就说过，大岳的警察都是他的人，我们落在你手里就等于落在张国富手里，反正都一样，难逃一死。你说什么？我怕说出来害死你。
边走。把东西放这儿吧。这里面都有什么内容啊？电脑不就在你的眼前吗？你自己看吧。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可不是跟你危言耸听。你让人紧张啊，有人害怕了。你发回来的案情分析报告分析得很对，但只注意到了大月。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省里，有人已经急得上蹿下跳了。张广富背后的人很多也很广，有的位置也很高啊。有多高有多广？嗯，目前我还不能跟你说。黄队，关键是张广富的电脑可能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有爆炸性。黄队，我该怎么办？你怎么不看啊？是不是不敢看？要实在不敢看，那就别看了。你们说张广富这么有能力，那为什么省厅还要专门成立调查他的专案小组？亏了你还是个刑警，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到，第一是为了应付公安部，第二呢是为了收集更多张广富直接或者间接的犯罪证据，作为要挟和进一步勒索的筹码。这根本就不可能，我们省厅的计划让你这样一个外人来推测，简直是胡说八道。沈星，我不跟你说了，张广富的备忘录里都有，你自己看。警官，你不用那么心急嘛，反正这台电脑现在已经归你了，你可以带回去慢慢的仔细的好好的研究，假如你还能活着回去的话。你给谁打电话？我们领导。你可真幼稚。我怎么幼稚了？他是我的师傅，我信任他。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不把跟你有关系的人都拽进来，你是不甘心是吧？我们的意见是，是吴真。姐，喂。我找到文丽他们了。是吗？吴真找到于敏和文丽了。你把电话给我。好。喂，吴真，刘副厅长要跟你说话。吴镇，刘副厅长你好。文丽、于敏在你身边吗？对，文丽他们现在就在我的身边，电脑也在。好，李厅长，大岳公安局里边肯定有张广富的人，所以你们现在处境非常危险，现在你们赶快隐蔽好，一定要保证人证和物证安全，好吧？是。你们在什么位置？你告诉我们。好，通知所有技术部的人赶快过来开会。是。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向省厅汇报过你们的情况，他让我保护好你们和物证。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因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不顾别人的安危吗？我怎么不……不不不，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他们觉得大岳的刑警不可靠，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大岳刑警取得联系。
你说什么？我要跟大院的刑警林南联系上，他已经疯了。林南是谁？他是420专案组的负责人，也就是负责抓你们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绝不会被张广富收买。你的呢？你说林南？我在张广富的电脑里见到过这个人的名字，不错，他肯定是张广富的人。这不可能。哎呀，吴警官，你就放弃吧，目前的情况很明显，张广富现在已经渗透到你们警方内部了，你的行踪一旦暴露，我们三个全得完蛋。也许你说的对。那好，我现在问你，你本来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一个局外人，你为什么掺和进来？难道是为了伸张正义，见义勇为吗？算是吧。算是，我看你是中了美人计了吧。活该。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了？难道我说错了吗？费了2年职工，处心积虑，你完全可以找我们警方来帮助啊，也可以找纪检部门来检举。你为什么要自己行动？你知道你给我们添了多大的麻烦？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们，不相信我。文丽，我告诉你，这个江山依旧是红色的，共产党的江山不会因为有几个蛀虫而搞垮。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你现在老实告诉我，你们本来的逃亡计划是什么？准备往哪个方向逃走？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们一起逃走？在后援部队没到来之前，这是唯一的办法。太好了。我现在跟你们一起走，第一，可以保护好你们，第二，可以保护好物证，第三，我也可以保护好我自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了这个电脑，有多少人在追杀我们？张广富极其爪牙，还有郝平贵一伙，和那些被他们收买的警方败类，还有那些害怕被牵连的大小官员。不过只要我们把物证保护好，他们一定会被我们铲除的。帮我用了，于敏，这个超市的后面有一条路，往前面走500米，有一个小饭馆叫农家乐，你们两个在那等我，没有我的命令，一步也不要离开，也不许打手机。你要放我们走？我不是要放你们走，而是让你们隐蔽起来。现在很危险，我们三个一起走，目标太大，我们最好分开行动。你们要听我的话，千万不要出来。你准备一个人承担这一切？不是一个人承担一切，而是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以及财产不受侵犯，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作为一名人民群众，你们在这世上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听我的，赶快离开这儿。你一个人对付得了他们吗？你们放心好了，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刑警，对付这几个跳梁小丑没有问题。好了，快走吧。自己小心啊。请慢用啊。谢谢。我们现在只有自己靠自己了。吴真虽然放了我们，但我们现在仍然是通缉犯，
那些通缉令并没有消除，警察在追我们，张广富的人也在追我们。你打算怎么办？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这或许是我们能用上的最后一个办法了。把你电话给我用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我想用一下你们的电脑，可以吗？这个我们还要用呢。我就是发一个邮件，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好吧，那你快一点哦。谢谢。不客气。这就是你文丽的黑客江湖道啊。哎，效果显著啊。那现在全世界的人不都知道真相了？你在网上揭露的这个张广富备忘录，为什么没有涉及到一些重要的人物啊？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吗？对啊，吴真说过我们不能离开。那好吧，我们就在这儿等他48小时吧。应该不会那么久，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马上就能尘埃落定了。喂，你好，我是苏茉莉。谁给我打过电话？喂，茉莉，我是文丽。你先听我说，不管你现在哪儿，必须马上回省城，听见了吗？茉莉，茉莉，走，跟我走。怎么了？赶快跟我走。茉莉，茉莉。
别问了，茉莉，赶快跟我走，走，快点，哎，走，我的箱子，哎，喂，怎么回事？我知道，好像出事了。等等，好像有情况。苏梦丽呢？在里边。进去。哎，走。
我得回去找吴真，先给你打辆车，你先走。师傅，延年酒店。好，站等着我，快点来。马上就会到这儿来的，要不给李秘书打个电话吧，他就在楼下。给他打电话有用吗？他来也救不了你，必须靠自己了。现在局面很复杂，大院整个都乱了套了，随时都有鱼死网破的可能。还好只是伤了皮肉，但是还要去医院处理一下，不然会感染的。可是现在去医院太危险了。哎，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来，先在这靠会儿啊。医生，刚才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麻烦你帮看一下。我们是警察，刚才受了枪伤。小范，你赶紧给处理一下啊。好的。来，你先躺下，我给你看看。哎呦，你的伤口已经感染了，怎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啊？必须马上得处理一下，不然这只手可就动不了了。没那么严重吗？医生，比较严重。按照医院的规定呢，受了枪伤是得报警的。不过我看你是警察，就先给你处理一下吧。一会儿我给公安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人过来吧。好，谢谢。于敏，你先帮我去买点日用品，快啊。好，我看一下，先消毒。好。啊，你好，我麻烦您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一会儿您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刚进急诊室的女警察，她叫吴真。好。啊，谢谢啊。不客气。放心吧，吴真的伤势不会有什么大碍。我在医院等你啊。文丽，先这么着。
小姑娘，告诉叔叔，这床大姨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去哪儿了。真漂亮。肯定在医院里，没走远。走。是。看一下这个方案。是啊，还有这个，我们的整体工作方案是这样。嗯，这也不错。对，一定要落实好。好，好，就这样。哎，啊，陈队、林队、黄队，这次抓捕战役由于你和黄队全权负责。好，你好。啊啊，情况你比我熟悉，先介绍介绍情况吧。好，谭文辉在车上监视，咱们过去看看，边走边说吧。好好，哎，给我说，我先去了。好，嗯，走走，哎，你们去，嗯，哎，对，啊，还有这，老大，一个人都没发现，给我一层一层的找，找到了马上给我打电话，随时准备行动。是。黄队，啊，林队，嗯，说说情况吧。啊，他们进去以后就没有出来过，里面还有人盯着呢。你们谁啊？什么情况？里面的人叫石磊，是我们带过来的，警官大学毕业的。我现在让他和你们这边的严凌红一组监视着前面的。我说怎么这么多的新面孔呢？主要是考虑到张广富对你们的人太熟悉了，所以特意调了一批新面孔过来。啊，来文辉，队长给我。啊，好，给。严凌红，严凌红，我是林楠，说说情况。林队，他们把整个宾馆都包了，没办法靠近他们。我们正在宾馆对面一个破仓库里面，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你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当心的耍手段，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明白。这张广富搞什么名堂？哎，德辉，哎，一会儿你下来，把我手机带下来，很方便。好好。没事吧？没事。群众总爱带上谭文辉一块干，看来林楠是要亲自出马了，说不定他现在就坐在车里拿着望远镜盯着这个窗户看呢。按原计划行动。啊，陈队，有什么指示吗？你跟林楠他们在一起吗？啊，在。他的手机怎么不通了？我不知道啊。这样，你把电话给他们，我要跟他们通话。啊啊，他们在亲自蹲点呢，我刚离开。那你赶紧转告林楠还有黄涛，你就说吴珍在双河医院我不放心，需要派警力增援，很重要，让他们马上调人过去，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好，知道了，我会转告他们的。好。你怎么来了？快点走，好兵贵来。
来了。这怎么回事？好兵又找到你的房间了。那你现在还过来，多危险！说什么呢？我要是不来，他们不就找到你了吗？行。哎，文丽呢？文丽在延年酒店，她很安全，没事。她说待会儿过来找你。对，喝口水吧。哎，好。哎，哎，看哪里啊？左边，左边那房子，三层。哦。看到了吗？看到了，看到了。里面情况怎么样？啊。报告林队，这边一切正常。继续监视。是。找机会换。好。前门呢？从后门出来了。我看看。应该是两个这里的民工吧？没事。在外面安排了多少人？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在我们内部的内线，一动不如一静。过一阵子，警察肯定马上就过来。只要双方交上火，我们就可以逃出去了。
我估计啊，他们很快就能追上来。来，你先喝。好。哎，这个就是那晚你在烂尾楼缴获的那把 P 六吧？挺有眼力的。一看就知道。你对枪很有研究。那是。哎，你枪法不错呀。那当然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军训过，训练我们的都是老山前线下来的野战部队。平时我没事的时候呢，也会去射击俱乐部玩玩。到现在为止，应该有100多发的实弹记录了吧？就是那个射击俱乐部啊，子弹贵了点儿。打。哎，你胳膊没事了吧？啊，没。这枪啊，就是落伍了点，给你。我吧，平时对枪也没什么研究，上级给我用什么枪，我就用什么枪。所以说嘛，我才觉得你是个神枪手，不管什么枪到你手上都能百发百中。你这么恭维我，有什么阴谋啊？我能对你有什么阴谋啊？就是想拍拍你马屁，让你高兴高兴。能逃过此劫啊，咱们也算换点功了。何其道老大说了要把他们两个干掉，
到底还落在了我的手里。喂，他是谁啊？他是你们警察。你少废话，现在轮不到你张嘴。把电脑给我打开。玉米，你干嘛？给我打开。我没有密码，打不开。如果你不想让我现在就结束他的生命，就乖乖的给我打开。不就是想知道密码吗？我告诉你。玉米，你干什么？没事，他不是想毁掉证据，他是想跟文丽一样，跟某些人做笔交易，让他看看到底张广富跟哪些省里领导有联系，然后他好选择跟谁谈判，挺好玩的。快把屏幕转过来，少跟我耍花招。还有别的吗？全打开。别忘了，文丽可是个黑客，他的东西处处都是陷阱。那怎么办？好像是需要一个新的密码，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那你换一下。嗯？不行，哎呀，你别催呀，让我好好想想。哎呀，是多少来着？别动，想干什么？把枪放下。怎么回事？谭队，张广富企图逃走，被我击毙了。田连红，收拾现场。是。林南，出息了啊！敢用枪顶着你师傅了？把他们俩手铐打开。不行，他们得把电脑给我。少废话，快点拿钥匙。于敏，你根本就没有密码，对不对？进入电脑的密码是文丽告诉我的，但她没告诉我还有第二道密码。文丽早就料到有这个时候，她是想借他人之手毁掉数据。她太聪明了。不好，硬盘毁了。现在怎么办？全都完了，我们再也救不出张广富的幕后黑手了。哎，功亏一篑。哼，天塌不下来，这些备忘录是张广富写的，他人在我手里，再写一份呗。对呀、啊，林队，嗯，我来这儿是向你汇报情况的。快说，张广富那边出事了。什么事儿？他试图逃走。被我击毙了。谭文慧，你要干什么？电脑毁，张广富死了，这个案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就完了吗？啊，你林队，你听我说呀，哎，文丽呢？哎呀，他给我发了信息，
可我刚看到。赵。哎，林队。哎，我想起来了，我们还有机会。文丽让我寄过两张光盘，一张是寄给苏茉莉，另一张是寄给……哦，对了，李冬梅。李冬梅。李冬梅是重要线索，我们去找她。文辉，啊，你留下，兄弟现场，我们走。是，走。文丽姐，你放心吧，待会儿我们机场见。好，我这边有电话，一会儿再打给你。好。喂。喂，苏茉莉吗？我是于敏。于敏，你在哪儿？我在大院。我记得文丽曾经寄过一张光盘给她一个朋友，叫李冬梅。你能不能现在帮我去把那张光盘要回来？我们很需要它。好吧，那我一会儿去给你拿。对了，今天文丽姐要去美国，你呢？你怎么了，于敏？我没事，你要拿到光盘就跟我联系。好吧，你们最好快一点啊，时间有点紧。再见啊。好。我已经跟苏茉莉通过电话了，她说一拿到光盘就马上跟我联系。嗯，我总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你也有这种感觉？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说说你的想法。你看，张广富死了，魏天哥死了，崔大进也死了，这个电脑里的资料销毁了，所有的证据都消失得一干二净，这不得不让人生疑。你观察得很仔细，还有一个疑点，谭文辉为什么把魏天哥打死？难道真的是情况紧急？他可是个老刑警，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杀人灭口。猴子，你跟兄弟们说一声，这次去省城不是在大院，做事多谨慎。杀人灭口，那你告诉我，他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每个作案者都有自己的作案动机，有的是为了泄愤，有的是因为钱。谭文辉有什么动机？他跟张广富认识吗？林队，我看谭文辉没那么简单。你不觉得张广富死的也很蹊跷吗？所以我觉得谭文辉跟张广富不知道苏茉莉现在拿到光盘没有。等光盘到手，这个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了。要不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吧，顺便问清楚地址，我们直接去他家。苏茉莉，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快放了我。喂，说话。喂，老实点。苏茉莉被绑架了，有人威胁她。好苹果也拿到了碟，是他绑架了苏茉莉，他们还要送他回大院。消息怎么泄露的这么快？我们快回大院吧。不，我们就在这里拦截他们。吴镇，打电话给局里请求支援。是。喂，
我是大岳市公安局刑警队长林楠，我命令你放下武器，放掉人质，向警方投降。林楠，你不是想来抓我吗？来吧。我平贵，我奉劝你不要一意孤行，罪上加罪，投降吧。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住口，在中国的地面上是不会有你们容身之地的，快投降吧。你不想让他死吧？他可是你们所需要的重要人证。上。So, and you, Sister Rose? I, not bad.
北京 Atlantic Central of America. Yes, your name tells. I want to go back to China for traveling.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Want to go to mountain. Huh? You must have been there. Who are you? Guess. Huh? Guess. 难道你